頭 ，Michael 上台致感謝詞俾劉師傅。有請 Michael。各位朋友，頭先嘅表演係非常之精彩，我哋好多謝劉師傅同埋嗰班老師玩武術表演得咁精彩嘅朋友。林師傅今日係第一次嚟見到我哋，所以我做一個好簡短嘅介紹。林師傅自幼就跟住一個蒙古嘅武術師傅學習武術，學到一身真功夫。佢除咗一身功夫之外咧，佢仲有佢自己專業嘅工作。佢喺工作之餘啊，並冇忘記要將佢嘅武術流傳俾喜歡用武術嚟到鍛鍊身體嘅人士，所以佢創立咗一個叫悉心子練學會。佢哋用呢個學會就將佢武功免費咁樣傳授俾喜歡用武功嚟鍛鍊身體嘅人，希望個個人都能夠身體健康、心情愉快、生活開心。咁呢個悉心子練學會咧，創辦咗有十幾年嘅歷史啦。跟隨個林師傅學武術嘅人咧，無數咁多。林師傅亦都帶領過佢哋做過好多對社區有益嘅事情，例如怡康籌款啦、公益金百萬行啦，同埋中國震災嘅捐款等等嘅事項。咁啊，市長咧曾經公開咁樣多謝阿林師傅，同埋表揚佢嘅功績。所以我好簡單咁樣形容林師傅，佢就係市民的模範，係女中嘅豪傑，係巾帼不讓鬚眉嘅代表。我哋跟住你嘅掌聲，再多謝林師傅。而家我哋有少少紀念品送俾林師傅同埋頭先老師嘅朋友。咁而家有請譚老師、譚師母出嚟頒授紀念品。有請林師傅上台。非常之多謝林師傅，再俾啲掌聲林師傅啦！